现在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，恭请尊敬的卢军宏台长为我们慈悲看图腾。好，下面开始给大家看图腾啊。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卢军宏师父，弟子看看那五三年的蛇，看看一只眼睛瞎了，有没有希望？几年的蛇啊？五三年，男的女的？女的，我自己的业障自己背啊，不要师父背啊，谢谢师父。瞎掉蛮多时间了。是的。你知道不知道有一个灵性在你身上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你晚上做梦做到噩梦过没有？现在没有什么，我们以前做过。我跟你讲啊，你要注意了。你这个眼睛啊是有很大的问题。对。从目前来讲，可能要动一个大手术才能把你眼睛恢复，但是现在还没有到这个时间，你必须把身上两个灵性念走，你才会好。而且你身上还有一个小孩，你掉过孩子，打胎过的。告诉大家对不对啊？对的。要多少小房子？小房子要83张。83张啊！我现在香港回去烧了，这个小房子质量怎么样？你现在是嫌多还是嫌少啊？你觉得83张是多还是少啊？反正我现在烧了有500多张了，烧在香港回去。你还要烧？我现在你活到今天，你已经吃了几十年的饭了，你今天还吃不吃啦？你记住了。我告诉你，你是现世报。年轻的时候，第一有杀业，第二你的嘴巴不饶人。你伤人伤得很厉害，你好好的改改毛病吧。是吗？一定要好好忏悔。你看这嘴巴厉害吧？希望什么？希望能改掉。还要冷笑。已经给你现世报了，赶紧学菩萨，好好做人了，不要再乱搞了。听得懂吗？好啦，你自己要还要放生，放7000条鱼。我现在许愿10000条鱼还没放完呢。你就放这个10000条鱼嘛，好了。那个小房子还也没烧完。先念84章呀。就跟小孩子的要。对，嘴巴不要乱讲话，我已经警告过你了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好了，不要再乱讲话了。我可以告诉你，现在让你那个眼睛还看得见，但是已经有点模糊了。你要是再这样，人不好好的改，不好好念经，不好好彻底改变自己，你那个眼睛保不住，5年当中会瞎掉。我今天跟你讲了。我好激动，师父出来。所以我就告诉你，你从今天开始跟我老实一点，每天念5遍礼佛，彻底改变自己，嘴巴不要太厉害。我就每天就5遍礼佛的，49遍。你以后嘴巴不要太厉害，听得懂吗？我听懂。哎，气场。那小王子质量怎么样？一般。70%，那也就是说你一共念到多少章啊？一共小王子我先相关。500章，5×7=35，那就是350章，有用的，还有150章没用的，好了。谢谢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好好修啊。谢谢，感恩那么感。怎么讲？我不会讲哦。讲吧，老妈妈。我想问
卢台长，我这里痛了很多年了。你先讲你属什么？我属几几年？1953年的。属什么？蛇。啊，知道了，老妈妈。嗯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的腰椎和右肾右面的肾都出问题了。出问题。所以你的右面特别痛。是啊。老妈妈，你有掉过孩子？有一个孩子在你的肾脏上面。有。有不啦？有。啊，好啦。老妈妈，我告诉你。你现在。第一要念小房子，先念大概要300张。我不认识字，我怎么能念呢？他说什么啊？师父他不识字。啊，不识字啊，跟着音乐念呀，跟着录音机念呀，好吧。不识字也要念，老妈妈，否则你晚年很麻烦的。因为我告诉你啊，你这个腰椎啊已经变形了，台长看到你这个腰到腰这个地方，腰椎第三节的地方突出，而且有点变形，所以你坐不长，时间坐了长，你的腰就酸痛，是对不对呀？对对。好啦，还有老妈妈，你要注意，你要当心啊，你的那个泌尿系统还有问题，小便现在越来越多。是啊，然后老妈妈，你现在念经念了没有啊？没有。没有。待会儿大家教教他吧，好吧。好。好了，所以你们要知道，让他慢慢的念经，他就会感受有感觉。现在他没有这个感觉，好吧？讲吧。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和卢台，感恩卢台长，我太激动了，我给我哥哥看一看。你讲吧，你哥哥。60年的叫林志，属。活着还活着。活着。不要讲名字。活着不要报名字，你就告诉他属什么的。属鼠。几几年？60年。好，你不要讲，我给你看啊，60年的老鼠。看到了，身上长东西了。对对对。对。生癌症。对对对对。鼓掌。感恩感恩感恩。我告诉你，你的这个哥哥，良心挺好，人很善良，很愿意帮助别人。对对对。经济上也不错。对。但是脾气不好。对对对对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听得懂。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。我看看他还有没有阳寿，他现在几岁啊？现在56岁了。我看看啊。55。他如果能够熬到明年的6、7月份，大概6月份，他就能活下去。如果熬不过，他这个劫比较大。他会走，因为我刚刚看他的图腾，他的癌症有一点点扩散，对不对呀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现在好了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。你现在要让他吃全素。要叫他吃全素。多吃豆制品。多吃豆制品。非常好。他呢需要吃大量的芹菜。芹菜。好吗？然后呢，小房子要给他念700张。700张。好吧，然后还要给他放生，帮他延寿。他主要年轻的时候啊，抓过鱼也不要钓过鱼。对对对对对。对对对对对对。还是的。现在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你为什么这么着急呢？因为你这个弟弟对你很好。哥哥。明白吗？他对你好，具体行动经常贴你一点钱，所以你现在有点感激他。感恩师父，我是第一次荣幸。所以你现在要好好的，开始真心真意的帮他要求，
而且呢自己要念经，好吧？好，谢谢谢谢。你听台长的话，你听台长的话。啊。他在。一定一定。台长刚刚给他稍微加持了一下，三个月当中他死不了的，好吧？太好，感恩感恩。但是这个三个月当中，如果你不好好给他念经，我告诉你，我也救不了他。好吧，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。要叫他相信观世音菩萨的。他肯定相信，肯定相信。好了，好吧，其他的没什么，你自己呢？那你家里设个佛台行不啦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好吧，我是第一次来。你第一次来啊？哎，我第一次来你就这么幸运啊？感恩，你这感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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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你们记住，要救多少人呢？真的，谢谢台长，谢谢台长。啊，好，你放心了，你这三个月叫他许愿、放生、念经，他应该可以活下去的。我告诉你，你这个弟弟啊，人看上去长得比你都好看，对不对呀？对对对对对，我都看得到。哎，能看。所以希望大家要好好努力的啊！感恩师父。好了，好了啊，嗯。所以。人不要错过任何救自己的机会，哎，你说吧。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大慈大悲卢军宏台长。啊，我和儿子的业障我们自己背，不要台长背。啊，麻烦请台长帮我看看，儿子09年属牛的。不要讲了，不要讲了，我在看。身上有个灵性，他脑子出问题了。对的，控制他，听得懂吗？知道。魂魄不齐。对。啊，人经常有多动症。确实。对不对啊？对的，对的。啊，讲都不要讲的，但是呢，有时候又害怕。是的。晚上躲在房间里不出来。明白了吗？懂的。自言自语。嗯。因为那个灵性在他的身上在报复你。我知道。这个灵性跟你有感情，所以经常在这孩子身上就专门粘住你。听得懂了吗？听懂了。哎，逮住你又抱又亲的，现在明白了吗？懂了。其实不是你儿子，是那个灵性。是。所以你不要去欠人家的情，记住吗？上辈子欠的情，人家这辈子也会来要。你这辈子欠的情，人家为你自杀了、死掉了，他也会到你孩子身上来问你要这个感情。听得懂了吗？听懂了。所以，不要以为自己长得好看了，就乱弹琴。啊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嗯。还有什么问题啊？想问一下，我们已经我给他念了几张了？300张了。不够。不够，然后。600。到600张。690。好的。好吧。然后放生已经放了5900条，请问师傅还要放多少条？3000。3000是吧？还要加。还要加。好吗？嗯。你记住了。嗯。这个灵性，我告诉你，还是蛮讲道理的。明白吗？你现在呢？如果跟他跟观世音菩萨讲，请观世音菩萨慈悲，帮我孩子身上那个灵性能够啊，我们化解恶缘啊，希望观世音菩萨多多慈悲，希望观世音菩萨能够让他啊超生了死到更好的地方去。然后呢，我一定会怎么样怎么样，就你自己许愿，那么他很快就会离开他。离开他的第一个阶段呢，就是先离开孩子的身体。离开孩子身体之后呢，孩子不会多动。第二呢，晚上不会怕，但是呢，还会有些过去的留下来的那个业，就是遗留下来的那种动作，但是很快就没了。我估计这个整个过程，你可能会要到明年4月份才会有彻底的改变，好吧？感恩师父。然后请师父开示一下我的功课和儿子的功课。你的功课啊？你属什么？我属狗，70年的。哎呦，你很傻哎！确实。哎呦，你问问你妈妈看，你感情上你做了很多傻事，你被人家骗过啊，还被人家骗过钱。哎呦，你怎么这么傻的啦？没办法，天生的。
现在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卢军宏台长，感恩。你越感恩，我越给你多加点小房子。记住了。嗯。你这个问题，目前来讲先念108张小房子。是给自己念吗？给自己。好吗？好的。请。第二，你要注意你的心脏。是。你现在自己有感觉吗？有。啊，经常胸闷。就是念经的时候提不起气。啊。我早就跟你讲了，你要当心你的心脏的，心脏有问题了。好的。明白吗？嗯。他老这么搞你。受不了了。知道吗就好了。哎，提醒菩萨，台长加持一下我儿子，让他能安静一下好吗？今天已经闹腾了一天了。加持啊。嗯。啊，加持啊！感小弟，他叫什么名字啊？他叫李明轩。啊？李明轩。李明轩啊？李明轩，看，看看，看看这里有没有菩萨？看一下。看看看，喂。他不会说话。啊，我知道，让他做动作就可以了。他给他弄得蛮厉害的这个灵性。嗯。站直，不要动。有一直不动了，听得懂吗？听懂了。他现在已经看见菩萨了，看见观世音菩萨了，嗯。好，谢谢台长。他现在在看天龙啊，嗯，好好努力啊，嗯。现在大家知道吗？人生有很多苦啊，需要大家去救啊。你叫人家念经，对不对啊？让人家得到法喜，啊，你看多好啊！感恩大慈大悲观世菩萨，感恩大慈大悲卢俊宏师父。嗯，不要难过。我李学元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，我自个儿也自个儿背，不要让师父替我背。哎，我想看看。我的身体状况。你几几年属什么的？我是62年8月15属虎的。62年属老虎的是吧？哎，是是的。嗯。啊，你的腰部以下，你的腰啊，出问题了。是。你而且。虽然两个腿啊是啊不能动，但是你的腿偶尔的还会抽筋。是是是。鼓掌。为什么有两个灵性在拉你的腿？听得懂吗？听懂听懂。啊，这两个灵性呢，一个是啊你过去啊杀业啊钓鱼也不知道什么，总有杀业啊。有这个一个人跟你过去一起关系很好的，是你一个朋友，有走掉的。你想一想，一个男的，个子还蛮高的，死掉的。没有，我就，20多岁，我弄了一个死的小蛇，他给我那养的鸟给弄死了。他弄成什么？那个我养了个鸟嘛，那个它，那蛇跟那个鸟给弄死了。你养了很多年之后，有几只啊？有几只啊？就那鸟，就有一对那鸟，它，在我们家那个院后面嘛，有那个有草乎嘛的那个有蛇呀、啊，我养那鸟。蛇。啊，就有一个蛇、啊。你把蛇弄了。啊，有小青蛇。好了，对了，所以他刚才说鸟根本不是的，是蛇。
哦，你把蛇弄上。对对，明白了，明白。所以他让你抽筋啊。哦。嗯。我现在一刚给他，一刚知道的意思，我现在刚给他念经给回向给他们，完我也对，感觉轻松点了现在。你这个地方记住了，小房子越多会越感觉轻松，因为他白天不一定来，是晚上来，所以你一到晚上的时候脚就很重。啊，对对对对。对对对对对。你记住了，还有一个问题，你的肾脏不好，你的小便也不好，因为你是有前列腺了，肥大。哦，明白。听得懂吗？听懂，听懂了。所以小便特别多。啊，对对对对。明白了吗？我现在那个还需要多少小房子？跟那个放生多少鱼呢？你慢慢念吧，还要560张。560张，我自己要求的哈。还有放生2000条鱼。啊，我已经。你要每天念5遍礼佛大忏悔文。行行行，好吧，行好，你福气很好。后面站的是你太太还是谁啊？这不是，这是我们那个师兄姐妹。你记住了，你这个人命很硬的，死是死不了，但是一直让你在人间受。所以你如果不念礼佛的话，你一直会活在人间，非常的痛苦。听得懂吗？是啊，他们都说，其实我也是，好几个大灾大难都该死了，是吧？都该死，都没死掉。是是是。啊，让你慢慢受吧。所以你要彻底改变自己，明白了吗？我现在知道。你太厉害了，因为你杀那些动物的时候太厉害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明白明白。你有恨心，所以你自己要每天念5遍礼佛，还要懂得嘴巴要讲善良的话，好吧？好好好。你过去嘴巴太坏，好好改毛病。过去说话反正损点，反正是。他说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过去说话损点，损点就是比较损啊，就是听得懂不啦？就损人了，损人家了，就是讽刺人家了，听得懂吗？是是。嗯，你从今后不要再损了。台长，那个嘛，您稍微能看我母亲那个阳寿还多少，能看吗？你的阳寿啊？我母亲那个。你母亲几年属什么的？她是1931年6月28的，属羊的。嗯，你孝顺不孝顺她？我的颈椎啊，就是晚上那我84岁妈妈时，一起来给后面颈椎给摔死了。你跟我记住了。嗯。你这个孩子不是太孝顺的，听得懂吗？你是一个讨债鬼。哦。所以我现在不会帮你看你妈妈，因为你妈妈身体很不好，整天躺在床上。听得懂了吗？听懂。所以你要记住了，我告诉你之后，你知道妈妈还有几岁可以活了啊？你就啊不知道你怎么想了。所以孝顺的孩子我会告诉，像你不孝顺的我不能告诉你。你妈妈现在几岁啊？妈今年85了，84，84周的。属什么的？属羊的。几年的？1931年的，6月28。我告诉你，他有的活呢。好好好，谢谢台长，感恩。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。你妈妈的家族里边有一个人活得很长的，活到将近90了。那是我。你不知道。我知道不知道啊？我母亲以前上海人，我从天津。我讲给你听，你妈妈至少活到92，比你还活得长。你不好好再孝顺的话，她比你都活得长。你给我老实一点。谢谢台长，谢谢台长。他们动什么脑筋我都知道，啊，最好老实一点。来，换一个。感恩刘台长。嗯。我要问哦，我的先生哦，1955年属羊的。几年啊？1955。55年属羊的。55年属羊的。哎呀，你先生出事情了？没有，他很相信这个缅甸的翁师傅了。照你看，这个是有存在吗？那个缅甸的神？他说什么？缅甸，他相信那个缅甸。我家里本来是有安那个
那个观音那个菩萨那个什么。哦，他相信缅甸的菩萨。啊。哦、现在我家里没有阿娘、嗯，他叫我们请掉了嘛。我知道，所以我跟他讲啊，现在我讲几点给你听，好吧？第一，你们家里有灵性，经常房间里会有声音响。对呀。对不对啊？对。在你们睡房上面经常会来，还有在门口有一个储藏室。也经常会去，在什么地方呢？我可以讲得更确切一点，就是放扫帚和垃圾地方上面，他经常走来走去，所以你回到家里会有一种凉飕飕的感觉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啊，边上是你女儿啊？啊，我的女儿。你女儿比你聪明。有聪。你没有智慧，你女儿有智慧。小妹妹，你好好教教你妈妈念经啊，好吧？你妈妈脑子有问题的。你要说，你问问小妹妹，妈妈经常做错事，对不对啊？对。我告诉你，拜神和拜佛是两个概念，啊，拜鬼和拜神又是两个概念。拜仙和拜菩萨又是两个概念，听得懂吗？所以不要乱拜啊，你求什么都很灵，但是问题看你找哪条路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所以我只能讲到这里了。自己嘛，把你的头发嘛跟额头上好好撸起来，听不懂啊？额头是运气，天庭要露出来，你全部遮住了，你哪来的运气啊？你讲啊，他听不懂啊。在讲姐姐啊。他说什么？他说姐姐啊。姐姐。啊，怎么来解决？啊，怎么解决呢？因为华语不好啊。再接下去要果果。姐姐，果果，哦哦哦哦。傻姑娘，给家里小房子念27章。27章。姐姐，听得懂吗？然后自己家里要打扫清楚，在客厅当中，你们家的客厅啊，有一幅画要拿掉。明白了吗？一幅画。马哈。对。拿掉。你怎么就会发单音了？马哈。姐姐，果果，听得懂了吗？谢谢。你看，把你女儿笑死了，把那幅画拿下来，因为有一个灵性已经在马里边了。马里面。听得懂吗？嗯，听得懂。小妹妹，你多教教你妈妈啊！小妹妹聪明得不得了。谢谢啊，陆太太。还有，家里不要活吃活的东西。活的东西。我可以问关于我自己吗？啊？关于我自己。关于你自己啊？啊，看你这么聪明，给你问一个吧，好吧？嗯，好，谢谢。我是97年属牛的。97年属牛的，你想看什么、啊，小姑娘？我想看我改天要读什么。什么？读什么？读书的。哦，你读什么？啊。啊，你现在想读什么？我想读理科的。还有呢？是读关于医药方面的。嗯，你呢？告诉你好吧，你大起来做医生做不了，但是你可以做个药剂师。假如是化验师的呢？化验师。他说什么？化验师。哦，化验师啊。嗯，化验师也可以。嗯，谢谢台长。你记住啊，小妹妹啊，你这么小啊。你身体要当心啊，你的关节很不好啊，你的脚啊经常抽筋啊，你听爷爷话。 对， 对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听爷爷话，你的脚晚上被子要盖起来的，不能脚伸在被子外面，爷爷都看到你睡觉的时候脚丫子都在外面，对不对啊？对，不能再看了。
谢谢台长。谢谢啊，好好努力啊。所以大家知道，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有一种看不见的东西，其实都存在的，没有什么稀奇的。等到你们都看得见，就不稀奇了。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卢军宏台长，感恩诸位龙天护法，谢谢。请台长给我看一下我本身，我60年属鼠。60年属老鼠的。对。你把嘴巴对着话筒一点。好。60年属老鼠的。对。想看什么奖吧？妇科。功课做得怎么样是吧？妇科我的。啊，妇科啊，妇科。Sorry。台长耳朵不好。好，长肌瘤了。啊，对。鼓掌。而且不止一个。对。鼓掌。我告诉你啊。一个比较大，一个小一点。那么现在呢，有点压迫你的啊那个输尿管，所以你的小便特别多。对不对啊？对对。你现在呢，我觉得你呢有两个方法。一个方法当然看医生可以拿掉，如果你呢不想开刀，对不对？那么你首先要吃全素，改变身上自己血液的素质啊，你是酸性的，你以后就变成碱性体质，就不容易长癌症，长这种啊肿瘤。因为肿瘤身上的所有的长出来疙瘩全部都是酸性体质长的，那个碱性体质长得很慢，它不容易长出来。对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许大愿，不吃啊活的海鲜啦，不杀生啦，或者吃素啦都可以。还有嘛，自己要泡脚。泡脚。好吗？还有呢，自己呢慢慢的呢要每天呢要念礼佛5遍，然后小房子呢大概要送等等等等。我看见个小孩了，他小孩跑出来了。你掉过孩子？有。鼓掌。好了，还有，为什么你有两个呢？还有一个老太太，你妈妈还在不在？在。奶奶？奶奶不在。从小领过你没有？没有。满头白发，一个老奶奶。那个是我先生的奶奶，可能是吧。先生的奶奶，满头白发，这个颧骨有一点点高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对。眼睛不大，个子蛮高。个子蛮高、啊。穿的朴素啊，穿的很朴素。眉毛蛮浓的。不懂了，没有印象了。想不想晚上叫他来看看你啊？不想。也可以呀、啊。你讲的啊、你讲的、他来了不是什么来安慰安慰你的、他跑过来掐你脖子。不会了。我讲一句话了，我告诉你啊。不会了。你不会了，你对他呢50跟50，好坏是50到50。现在不是我讲的，是他告诉我的。你对他又好又不好，就是这样。听得懂吗？你对他很孝，但是不顺。哦，你对他很顺，但是不孝。这个意思呢，就是说他说什么你都听的，但是叫你花钱呢，你不肯的。花钱不要了他的命啊！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。好好听话了。你这个，我帮你看看你这个子宫肌瘤是不是良性的啊？几几年？再讲一遍。60年，属鼠。没问题，良性的。像小房子还要多少？小房子还要念，至少念200张，好吗？还是放生的什么吗？放生你要放5000条，好吧？就冲你这么小气，7000条。
我的功课质量怎么样啊？啊，我的功课质量。你的功课。你的功课大悲咒念得不错，心经念得太快，听得懂吗？听懂。念得不是太好。嗯。其他的还可以，就是心经念得太快，当中漏掉一点了。嗯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我们有的佛友念经，在观音堂念了睡着了，醒过来之后都不知道自己念的大悲咒还是心经，说经常大悲咒念到心经，心经念到大悲咒。就像人家串歌一样的。舞台长，我的业障还剩几多、啊？我看看你的业障还多少啊？嗯嗯。属什么？老鼠。哦，不多，25。25。你这个人良心总的来讲还是不错，你唯一的缺点就是小气，其他没什么。嗯、好吧。舞台长，我的那个观音有来我的家吗？来过，有哈，哎，护法神都来过。谢谢台长，谢谢。好了，啊。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卢金恒台长。讲吧，这几年属什么？小孩，09年属牛。啊，看你孩子啊。啊。09年属牛，哎呦，这个牛乱跑。嗯。哎呀，不知道方向，哎呀，还乱窜乱跳，嗯、这个出问题了。嗯。对不对啊？对。喂，对不对啦？对。哟，这个孩子还有啊，他的胃啊、嗯、肠胃有点倒流啊，所以他吃东西啊要出经常吐出来的。对、嗯。你赶快给他念经吧。嗯、有给他念，对。身上有灵性。身上有灵性啊。嗯，有多少灵性？上辈子的。哦。哎，这孩子我告诉你啊，上辈子有修啊。对，他是来还债的。嗯，听得懂吗？嗯，对。蛮可惜的，他这辈子来还债了，上辈子没修好，这辈子又来做人了。明白了吗？嗯，明白。很聪明。对。你别看他这个样，聪明得不得了。小脑筋特别多。嗯。明白了吗？嗯。身上缺钙，牙齿不好。是他打了化疗。看见了吧啦？嗯。等一下。哦。哎呀，你们家请过什么仙没有啊？帮他去看过什么神啊、巫婆啊？看过。我不讲了，跟你说的有麻烦了，就是有东西在他身上呀，听得懂了吗？你们现在如果听台长的话嘛，就好好的要念正规的经了。明白了吗？我从7月份开始就给他念了。念经，其他的，因为我看你们家里好像还有这个仙债、仙家债，你们供他了是吧？没有，有那个灶台、灶形。就是一个佛台呀，就是一个供的一个东西呀、嗯，对不对啦？对。他不走哎，他现在不走哎。那要怎么办？给他念108张小房子。哦。念完了才把他请走，不念完不要请。给家里你的名字，你比方说你先生的名字的房子要经者。嗯。明白了吗？嗯。很麻烦，他不肯走。
哇，你们家道还蛮大的。你当心点了，这个灵性脾气很大，所以这个小家伙啊，突然之间有时候会突然之间发脾气，很不开心。嗯。明白了吗？给他念吧。师父还要念多少小房子？还要放生多少？一共大概还要700张。好，谢谢。好吧。小房子。嗯。放生6000条鱼，看看人家愿意不愿意离开，好吗？我想问一下师父，我儿子那个病，他能不能用什么办法才不会复发？灵性先走了之后就不会复发，灵性在身上他会抽筋。哦，听得懂吗啦？感恩师父。哎，师父帮我儿子加持一下好不好？怎么加持啊？你们不念经，我怎么加持啊？我一定念经，我还要渡人。嗯，还要渡。现在家里出事了才渡人，家里不出事谁想到渡人啊？你们很多人都是很规规矩矩，还家里没出事之前，赶快要听，赶快要念，不要等到家里出事了再来，听得懂吗？所以要学佛，要防患于未然，你要好好听话的。好，明白了吗？好。这小家伙现在几岁了？6岁半。你跟台长说一下，说台长爷爷好。嗯。你问他，你以后哪一天看见，你以后看见台长爷爷做梦了，你就知道台长爷爷到你梦里来了，加持你了，好吗？谢谢爷爷。你看这孩子多懂事情啊。因为我看到他上辈子修得很好啊，做错事情啊，到人间来受报，所以你们好好的帮助他吧，好吧？就冲他这一样，他过两天台长爷爷法身就会去帮助他的忙了。感恩他。好啦，放心啦，死不了的。好啦，所以我告诉你们啦，做人就是要这样，要好好修啊。台长们，你们让我感动嘛，我。救人更多呀，对不对？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恩师卢金红台长。我今天想问问我爸爸，王仁，叫什么名字啊？3点水的沈。沈什么？火字旁甲乙丙丁的丙，中华的华。沈炳华。对。什么时候走的？2013年9月。我找找看啊。啊。找到了，我告诉你啊。你根本不像你妈，你像你爸。对，有点像我爸，也有点像我妈。你的眼睛跟你爸很像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嗯。你爸的脾气很大。对对对，现在在阿修罗呢。哦，感恩师父，感恩观世音菩萨。你给他念了多少张小房子啊？我不知道，反正他走念到现在没停过。是吧？嗯。想不想叫他来看看你啊？感恩。哇，我告诉你啊，他现在还帮你做一个好事情了。他叫你妈。肠胃当心。嗯。你妈妈肠胃非常不好。对对。叫你妈妈不要经常想她。对对对，我妈经常想她。想她们就早点去了。哦。你想早点去不啦？不要。不要。嘴巴里还要讲好听的，我不要到阿修罗，我要到四圣道，所以我现在不跟她去。感恩师父，那我现在还要帮她我爸爸念经吗？小房子吗？要帮她念。哦。还念多少？80张。好的，叫你妈妈给他念好了。好的，好的。好吗？好的，好的。你爸爸，我讲出来，叫你妈妈不要生气啊。哦。死掉了，你不要生气了。他人间还欠一个情缘，所以他上不了。哦。他本来可以在天界的，他曾经，你妈妈应该知道，他有个女朋友，他很对他很好的，
我妈老实讲，不知道。你妈妈真的老脑筋了，你不讲救不了她的。师傅，能不能帮我妈妈看看身体啊？你看不让我看了。哎呦，我一看我都看得出那个人怎么样子。你看妈妈不好意思了。他你爸爸很活跃的，对，嘴巴很会讲啊。对，真的，你跟你妈妈讲这有什么关系了？你爸爸犯桃花呀，你把他桃花剪掉嘛就好了。好吧，好的好的，感恩师父。你现在讲啊，接下来讲什么？我妈妈是1949年属龙的。想看什么？看身体有没有灵性。心脏不好。对。血压有点高。对对。要当心啊，腰也不好。对对。啊，关节也不好。对对对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妈妈忧郁啊。对。过去有一段时间有忧郁症啊。对对对。鼓掌。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。没有问题的。好吗？你妈妈现在几岁啊？76。属什么？属龙。哦，很干净。哦，你妈妈这条龙很干净，心态很好，帮助别人。对。忘我无私。对对。寿命是有的，但是身体会很差。对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你叫他自己好好的要锻炼。台长教你们一个方法，头顶着天，脚踩着地，啊，浑身都在动，那么就是打通天地人，所以人的身体会好。这是什么知道吗？走路，经常走路的人活得长。我叫你经常走路，谢�些台长。叫你妈妈每天走20分钟。好的。好吧。好的。叫你妈妈的右腿当心，经常抽搐。对，然后晚上还要抽筋。对对，耳朵有一个耳朵不大好。对对，看见了不啦？两个耳朵都不好。我还客气的呢，因为他有一个耳朵听得见的，一点点是右耳朵，对对，左耳朵听不见。对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老妈妈，你现在是不是听了声音清晰一点啦？现在声音好响一点了吗？比刚刚上来的时候听台长声音响吗？想的，我刚给他加持过了。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。你们记住了，师父跟他讲话的时候就给他加持了。那我妈妈念小房子还有多少啊？小房子啊，那你现在目前先给他49张，好吧？好的，他自己会念，每天都念。49张，49张，很好。放生呢？放生2500条。2500条，好，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。好了。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卢居同台长。卢居同台长，改名字了，啊，我反正名字改过很多了。感恩卢军红台长。对。我是1996年属鼠的，今天想知道身体状况。OK， 96年属老虎的。鼠。属老鼠是吧？嗯。啊，小姑娘，你妇科出毛病了。妇科，妇女病。听得懂吗？肚子以下。不正常。我讲话你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知道吗？知道。有什么好难为情的？要纠正自己毛病啊，明白了吗？有小灵性。有一个小灵性，就是小鬼啊。明白了吗？给他念小房子吧。36张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好好给他念，念了之后你会看到，做梦做到一些景象的，好吗？好。你自己听话了，小丫头，不要不懂事情啊。啊。好的。你是个好孩子，有时候在人间不要迷失方向，明白吗？听台长爷爷的话，女孩子要正规啊，不好的男朋友不要去交，
叫好孩子，对不对啊？我们这么多学心灵法门的男孩子这么多，你为什么不挑一个啊？对不对啊？对对，好好听爷爷的话，要记住你以后最后身体其他地方都不会有大问题，最主要是心脏，你的心脏很不好，你年纪这么小经常胸闷气短，对不对啊？对。嗯，请问我要怎样念经？你要念经，你小丫头，你每天念21遍心经，念7遍大悲咒，念1遍礼佛大忏悔文，好不好啊？不要去恨别人，不要去怪别人，别人就算做错事情了，你也要原谅他。台长爷爷教你这个方法，就是让你以后懂得怎么不让自己受伤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感恩。乖一点啊。啊、哦。要放生。放了。放了。嗯、哦。放2条。不知道。放不知道啊？没有算。没有算啊？大概几条啦？有3次，哎，不，忘记了。哎，忘记了。好好听话。少听流行歌曲，少到舞厅跑，好好的学佛念经，做个乖孩子，身体不会出毛病，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。听爷爷话，爷爷不会害你的啊、哦。好。好了，下去吧。嗯。台长看到很多东西我不能讲的，不是说什么看到东西都能讲的，听得懂吗？你讲吧。感恩卢台长，你好。我是1963属兔的。63年属兔的。首先我要跟台长讲，我接触心灵法门不到3天。什么？我不到3天。啊，不到3天。哇，这么长时间了。我这个星期三知道报告知道我得了癌症。大家看见吗？现在这样吧，那台长帮你治，你呢也不要让我全部把你全身看了，你就告诉我哪里，我帮你伸进去看，看仔细点。等等啊、哦，几几年属什么的？1963属兔。嗯。还没扩散，有一点晚期，而且有一点腐烂。会移转吗？会转移。因为现在看到靠近往当中这个地方靠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对不对啦？对。你现在几岁啊？53。这么年轻，保不住。啊？目前保不住，可能要割掉。啊，要因为其实已经安排动手术了，是不是啦？应该安排动手术了。啊，对。对，医生叫你割掉。对。你要是认识台长，学心灵法门，如果3年。或者3个月，或者再早一点，你可能就不会割掉了。我不跟你开玩笑，有多少人都是这个毛病，全部念好了，这是小菜一碟的事情，明白了吗？严重吗？割掉之后就没什么问题。我想要问台长，你身上有一个灵性。啊。有一个灵性。啊。是一个男的。头发花白，可能死了这个男的。会不会是我父亲？你父亲比你长高很多，是不是啊？对呀、啊。头发花白，竖起来的，那头发短头发，听得懂吗？短头发像平头一样，但是呢，有一点的
往后梳。哇，你父亲长得还挺漂亮的。首先我要跟卢台长讲，因为我父亲过生的时候，我兄弟姐妹拿着的蜡烛，三个蜡烛灭了，但是两个走了，我包括我之内，我的蜡烛也是灭了，所以我很担心。大家听得懂吗？就是他爸爸走的时候，他们家里点了三个蜡烛，三个人拿的，三个人蜡烛拿了，拿两个姐妹已经走掉了，就剩下他也是拿蜡烛的，所以他担心他也会走掉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你父亲把你们三个全要带走，我现在明确告诉你，明白了吗？然后我要怎样？你要怎么样？你自己想一想啦。你要彻底改变自己啊，你知道怎么改变吗？第一许愿，第二念经，第三放生，而且要念礼佛，让自己彻底改变。知道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的父亲很快就会带你走的，两年半。这样我还有机会吗？你当然有机会了，你认识我没机会，你来找我干嘛？谢谢。我救不了你，我来马来西亚干嘛？感恩感恩。脑子都没有的，还有机会吗？还压会呢？机会呢？机会永远有。你记住，等到你以后真的出大事的时候，医生跟你说你回家等吧，我们没办法了。这个时候你找卢台长，明白了吗？还有，我要问我就要做电疗化疗，我的身体可以承受吗？撑不住。啊。撑不住。啊。我又要怎样？哎，你又要怎样？你怎么不问念小房子、念经什么多少章的啦？什么都不问的。所以刚刚只有三天，什么都不懂啊！你现在记住了，你小房子一共要念500章。知道。放生12000条。知道。知道。谢谢台长。我话还没讲完呢，我现在在你家里看呢。啊。我要看看你家有钱没钱，放生放得了放不了。哇，你家很大，很漂亮。谢谢。你有钱，就是不肯用。好好放生啦！好，命没了还要钱干嘛？好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他把你带走的时候是心脏。心脏。不是乳房，心脏。啊，我心脏，我现在我的心跳得特别快的。看见了吗啦？嘣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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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嘛。人家跳一天的心脏速度，你一天跳5天的速度，那么。你一年活下来，你就相当于活了5年了，嘣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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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没了，所以心脏不能跳得太快的，听得懂吗？还有可以跟我，我家的佛台安到适合吗？哎呦，你家的佛台怎么乱七八糟的？你上面供的除了观世音菩萨还有谁啊？哪位菩萨？还有观地。还有呢？还有土地公。看见了不啦？看见了不啦？看见了不啦？台长厉害不啦？哦，你祖先也是菩萨，也可以供上去的。你怎么知道你祖先是佛啊？是菩萨，你还供他？你真瞎搞了！你的祖先死了吗？就叫鬼啊！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。你天天拜鬼啊，菩萨会来的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好好听话了。知道。这个倒蛮听话的，知道。每天念5遍礼佛，好吧？好好。要想活下来，广度有缘众生，靠自己消业障，不停地去度人。在马来西亚发书救人，你救几个人，你就病会好很多。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。乳房没有问题的。没有问题。手术结束之后，手术的时候叫观世音菩萨慈悲，因为你的业障太重。我刚刚想帮你不要看，如果不要割掉的话行不行？现在菩萨跟我说是不行的，所以你现在要好好的努力。你现在赶紧，这个菩萨到时候会
来帮助你找到好医生，非常手术非常成功，没问题的。OK， 谢谢，谢谢，感恩，感恩。OK，OK 了。嗯。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诸位佛菩萨，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恩师慈父卢金红师父。我的业障，我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要师父背。我想问问自己的健康状况，我是1982年属狗的，想看看我的图腾是什么颜色，小房子还需要多少张？啊，小丫头呢，人蛮善良，啊，脑子没有。这个狗呢，倒是往上在跑，而且呢，飞在天空上，说明你呢，良心很好，帮了很多人。但是呢，你要注意，你年纪这么小，你的妇科不好。对。所以，你呢自己。小的时候呢，我跟你讲，营养有点不良。对。现在呢，啊，要第一要补充一点维他命 C， 还有维他命 E， 所以你要记住，你的眼睛以后会越来越不好。对。还有，要注意了，自己呢。脚要保暖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晚上经常不保暖，脚都是凉的。对。其他我看一下啊，你这个狗呢，颜色偏白，但是稍微有一点点深色，没有什么大问题。耳朵倒蛮好的，它两个狗耳朵特别大，你的耳朵挺好的，听得懂吗？谢谢。对，对，这个也对，你看到狗耳朵了？没有。小姑娘，你现在还没结婚对不对啊？结婚了。结婚了，结婚你跟你老公少讲话。还好。你要跟他吵架的，听得懂吗？吵得很厉害。对。对对对，明白了吗？多念姐姐咒，好吧？你很厉害的，你不讲话，他就非常难过了，明白了吗？你只要不讲话，你也用不着骂他，他就非常难过，明白了吗？他就想方设法跟你讲话，你很厉害的。师父好像是我要跟他讲话哎。你要跟他讲话，你的气场很厉害。听得懂吗？所以你念经的嘴巴不要随便骂他，尤其心里不要骂他，他会受伤的，他没用，他就嘴硬啊。师父，我的小房子还需要多少张？小房子啊？对。小房子再给他念吧，先暂时给他念32张，好吗？给我的药精怎么？对，师父，我想说，因为我在几个月前流产了，想问下我的孩子超度了吗？你属什么？狗。1982年狗。啊，你念了很多了，超度走了。感恩。师父，我想问一下，可以问问一下我的公公吗？他刚刚在3年前往生了，然后师父三年前跟他看过图腾很准，他在去年往生了。哦，就是说我在3年前说他要走的。对。我当时给他看过图腾，说他要走的。对。结果走了3年。去年走了，去年往生了。哦呦，我每次都讲，我上次讲了一个人2个月走掉了。我说这个人8个月还能活，这个8个月走掉，还讲了一个2年走掉，你看看。他去年往生了。那他为什么不听我话啦？他念经不啦？之前师父有看过图腾，说他在阿修罗道，可是现在不知道他在哪里，因为家人都一直有念小房子在超度他。叫什么名字啊？廖德利。廖是什么廖啦？廖。就是广字边旁，对对对，两个席，道德的德，立正的立，廖
德利，利是什么利啊？立正的利。廖德利，廖德利。属龙。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嗯，已经到天界了。感恩菩萨，感恩师父，谢谢台长。好啦，嗯。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太上师父。给孩子看12年龙癫痫，然后第一个问题，我们2013年11月初开始念小房子，目前已经化掉2680张，其中大约有200多张结缘，但是孩子抽搐情况反复，梦见也不好，请太上慈悲开始。结缘的房子有问题。我帮你看看他一共收到多少张，好吧？好的，感恩师父。你一共是2000多少张啊？2680张。嗯，你知道小房子一共收到多少张吗？只有800张。你自己讲给我听，你自己加起来有没有800张啊？差不多。看见了吗？结缘的房子有问题。我结缘只有200来张。那就是说你自己念了2000多张都有问题。你现在告诉我哪几个人帮你念的？你家里？我自己还有那个丈夫还有妈妈。妈妈是最近几个月念的，但是在4月底我们打通预约图腾，台上您说有收到1000张。800张。现在只有800张。800张啊。明白了吗？那是就是说我们质量很差劲。不行。明白了吗？几几年的孩子啊？2012年属龙。他身上不但有灵性，还有狂风。狂风是什么知道吗？就是一种气场在他身上不对的吹他，所以这孩子站不住的。是的。这个孩子我告诉你，食欲不好，吃不下，肠胃不好，小便不好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一到晚上就害怕。是的，晚上睡觉很不好。嗯，他有的折磨你了，这个灵性不走掉的话，你有的麻烦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你好好念呐。啊，那请台上慈悲开示，我们现在全家一起念1200张，没什么客气，每天5遍礼佛。是，那请台上开示，我自己还有妈妈、孩子的功课应该怎么做？你自己多念一点心经。嗯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我告诉你，这孩子现在从这个地方，喉咙这个地方，到嘴巴这一段，有一条黑的气，所以这个孩子应该不会讲话的。是不会，到现在不会讲，不会走。大家看见了吗？而且乱动，抱也抱不住。我告诉你，灵性不走，他什么都恢复不了的，明白了吗？就是这样，所以希望你们好好的念经，好好的许愿放生，啊，你自己要坚定信念，还有你妈妈，叫你妈妈要好好的坚定信念。你妈妈是刚刚学，嘴巴里过去在见到心灵法门的时候有犯过口业，你自己老实讲。是的，是的。哦。叫他妈妈好好忏悔。是的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你妈妈要是不忏悔的话，你妈妈接下来的心脏会出问题。知道，知道，明白，明白。那如果希望孩子有最基本的康复，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我刚刚讲了1200张。OK， 明白。好好念，有本事就你们自己家里
好好的念。明白明白。你念200张之后，你看看会不会好起来？明白明白。好吧，300张之后就会好起来了。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。嗯。那放生还要多少？因为四月份台上开市要15000条，现在放了大约5000条。嗯，差不多。继续。放生倒差不多。给他房间里呀、啊嗯，给他房间里多，晚上要放那个大悲咒。以前不敢放，以前一放他就发了两下。有灵性呀、啊，轻轻的放呀、啊。OK， 明白明白。好吧。请台上慈悲加持一下，孩子吧，他多痛，实在抱不动了。加持一下，你们都是业障哦。我知道我们的业障，我们自己背。自己背，你背得起哦。感恩师父，感恩观世音菩萨。真的，好好努力呀、啊！真的，啊，好，站好了。他叫什么名字啊？奎元博。站好，奎元博。喂，站好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不要动，好啦，加持过了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回去会好很多了，好吧。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大慈大悲卢俊宏台长。非常感谢一个师兄把名额让给我们。我是帮我女儿看的，2014年6月22日出生，属马的。她当时在9个月的时候突然出鼻血，然后到医院去查，就查出来 B 超肝硬化影像。后来我们就去上海查出来就血小板一直很低，白细胞减少，胃底静脉曲张，门脉高压脾大，就完全是成人的肝硬化的症状。但是最后去那个儿童医院去做肝穿，结果又是好的，现在医院都没有办法查出原因来，所以请卢俊宏台长。几几年呢？2014年6月22日属马。2014年属马的是吧？对，只有17个月大。你烧了几张小房子了？现在80张。男的女的？女孩子。嗯，嗯，天上仙女来的。对的，我女儿她非常的聪明。很聪明。是的，非常聪明。让她到人间来吃苦头的。Oh, 死不掉，拖有的拖了，很急，我们很着急，很着急，造业，你们家族有杀业，是的，鼓掌，听得懂吗？然后想问一下，他出生的时候头顶和前心都没有头发，现在慢慢长出来了，以后还有没有长出来？很漂亮的小朋友。长得慢，长得很慢，头发长得很慢。他的内分泌失调、哦、血液不好，所以头发长得特别慢，而且长出来的颜色也不是白的也不是黑的，好像有点金黄色的。对的对的。鼓掌。然后想问一下他的肝脏有没有受到损伤，因为医院查不出来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属什么再讲一遍？属马，2014年。不要担心啦，嗯，许愿吧，好，好好的发誓吃全素吧，好，全家一起吃，好，这个是菩萨已经在救他了，谢谢，确实是，后来肝好是菩萨给他加持之后好的，是真的没有什么大问题了，谢谢谢谢，你们家里如果再杀生的话，他会流鼻血，会出大事的，对，我们知道了，你们家里不许再。吃荤的了。好的，因为他你先生业障也很重，你的口业，
好。你先生是不是做什么海鲜生意，还是做什么生意啊？他做厨师的。麻烦了，这个事情你等着你女儿第二次干坏掉。我们现在已经不许愿，已经不做了。不要做了。对，我们结识心灵法门以后就开始帮他念。他一开始医生不要做也饿不死啊，你厨师可以做其他的嘛。嗯，做蔬菜馆啦、啊、对，做点心师啦、啊、对对对，我们不可以做啦。是的，谢谢。今天我们他来了这么多嘉宾到我们马来西亚来，我们做这么多素食、哎、你加入明天做两个好吃吃。谢谢罗台长。请问他的那个胃底静脉曲张会不会有大出血的可能？你的孩子啊？对，胃是吧，胃底静脉曲张，因为查出来是肝硬化的影像、哎、没大问题。是不是？谢谢谢谢。然后他那个，然后 他就是以后影响他的妇科哦、哎、他现在还小了，他这个地方呢就是以后大起来的时候就是小女孩的生理期不正常、没有什么问题的、哦、谢谢谢谢。他当时免疫系统同时查出来有问题，后来就说要做骨髓移植，我们就赶紧就结识心灵法门，就已经是不需要 了。对，现在你不信了，你问问看孩子做梦做到过菩萨没有啦、哦、太小了。你跟他没有做到过啊？他太小了。你做到过不啦？我做到过。好嘞，还不知道啊？还要我讲啊？谢谢。那他的功课要怎么做？你不但做到过菩萨，你还做到过穿西装的人不啦？哦，我不记得了。穿西装的人地位太低了。没有没有，果位太小了。应该是罗台长。是，所以下等下下品。没有没有。请问一下，他的功课要怎么做？还要多少张小房子？我们当时打电话去东方台是许愿800张，已经烧了80张。800放生10000条鱼，已经放了6000条。继续，好吧。你老公如果能够一定要去掉这个做厨师这个毛病，女儿还有救。好，否则的话全部算在你女儿身上。好，好吧。好的，谢谢台长。你老公很老实的，听你话的。是的是的、是个大好人。这大好人听你话就大好人，听你话就大坏人。要怕老婆、啊、然后想问一下，我家里面要设一个佛台，请问是放在哪个位置比较好？你家里啊？对。哦，你家里买个房子还蛮好的嘛。没有，是新搬的租的、蛮好的。哎呀，我看见了啊，地板进来的地方，对，地方是地板。是的是的、是的。还蛮漂亮的。谢谢。蛮好。放在客厅里呀、对，客厅可不可以放在靠面对电视机的右手边，靠窗子那一边？对，好，靠窗户。好的，谢谢。不过你们家那个窗帘啊不大好看、颜色深了一点了。明白吗？有点像咖啡色的。好像有一点。太深了。嗯，你们家还可以。好，不错。谢谢台长。我看看。去请一个佛台吧。对，我们就准备请。好吧。好的。赶快把观世音菩萨请到你家里来。好。天天帮你孩子治病。谢谢。你不觉得快乐无比了吗？谢谢，我们想给孩子吃大杯水每一天。好吧。感恩台长。每天给他吃大杯水啊。对，头上抹大杯水，然后、可以问往生吗？他的弟弟。什么？王仁。啊，再看一个吧。叫蔡明木。菜就是草头菜，明天的明，穆桂英的穆，2015年7月11号往生。菜。明天的明，穆桂英的穆。蔡明穆。2015年7月11号。男的女的？男的。蔡明穆，蛮厉害的，在。阿修罗的上层。哇，谢谢，好吧，谢谢谢谢台长，感恩，感恩南无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卢金红台长。刚才那个蔡明木，木就是另外一个人的姓，加上姓蔡的，两家合起来就用这个名字了。你讲吧。还有要感恩那个浪漂给我的师兄，
我现在是要替我哥哥问他的身体。他几几年属什么？1953年，他属蛇的。1953年属蛇的。嗯。生病啦。Yeah. 生重病啊，长东西啊。哦。他不能讲话，也不能走，但是他都知道我们在讲什么。他都很有。他的血液。身上还有一个灵性，一个男的。OK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赶快给他念吧。啊。你这个哥哥很麻烦的，像中风一样。嗯，对。明白了吗？明白，应该跟他念什么小房子？念多小房子啊？啊。小房子给他念86章。第一波。每天念礼佛给他， 好吗？好好，给他大杯水喝， 好吗？好，请观世音菩萨给他加持。他年纪多少啊？现在几岁啊？62岁吧。你看年纪现在都不大，哎，所以你们记住了，现在不动好脑筋都死得很早的，你们去想想看好了。所以希望你们多动好脑筋啊。要跟他放生吗？放。放生8000条。8000条。好吗？好好好。他现在，嗯，那个左手、左脚发麻都不能动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右手能动动，要叫他吃丹参片，锻炼。好。好不好啊？他不能讲话，那个。讲话，脑髓体出变化，血管里边有破裂。要慢慢养的，没那么快，还有灵性，明白了吗？好。自己啊，多叫他放放生就可以了，好吗？好，感恩。比较小气，比较小气，感恩。嗯。感恩台长。感恩台长，感恩台长，我们感恩大慈大悲。对着话筒。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吐鲁台长，我们的业障自己背。我的先生是1970年属狗的，今年8月查出来是肝癌晚期。你好好讲啊，我听不清楚，没用。我的先生是1970年属狗的，嗯，今年8月查出是肝癌晚期，门静脉栓塞。医院说只能活2到3个月，还有可能随时就死。我们接触心灵法门有5周，刚刚5周。也结缘了400-500人。大家记住了，刚刚种下去的果实不可能马上长出来的，所以要早一点信佛，早一点。所以今天奉劝所有的学佛的人。或者还没有学佛的，你们要赶快从人家身上要看到自己应该怎么样精进的努力，就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的赶快学呀，不要等到生了病再找台长，晚了，明白吗？你也不要哭了，我先给他看看他这个关过得去过不去。他几几年属什么的？70年属狗的。哦，他有扩散呢，他肝有扩散呢。扩散。他最主要问题是肝功能的硬化，明白吗？是的。他过去喝酒啊。以前是喝过酒。天天喝酒啊。以前喝过酒的。嗯，而且他喝白的。是的。嗯。他有一个兄弟，或者自称为他的兄弟，死掉了。是的，我婆婆做这一个，我婆婆。这不是啊，他有一个兄弟，或者他自称为是自己的外面的朋友，跟兄弟一样的。啊，有他的同学跟他关系非常好，跟他关系好的不得了，哎，在他身上死了，
那是感恩台长，感恩台长。我们现在许愿放生。现在你呀、啊嗯，你再怎么样、嗯，他不相信，你救不了他的。你自己说，你能不能相信？卢俊宏台长，我一定许好福。你相信不相信啊？相信。你改不改毛病啊？改，一定改。你自己做错多少事情知道吗？知道了。你活杀多少东西知道吗？知道。你自己想一想啊，你外面还有女人知道吗？要忏悔吗？忏悔。你现在觉得精神好一点了吗？好一点。好了，加持过来。打针嘛就是这样的呀，很痛，打进去，然后嘛就打完针嘛精神就来了，听得懂不啦？看见吧，脸动了不啦？看见了不啦？你有没有信心啦？有。有。有有有，我看看他还能活多少时间。再讲几几年属什么的？1970年属狗。其实他阳寿还有很多，他完全是被他自己折腾了，听得懂吗？是的，是的，对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哎呀，师父，你说的是太正确了。他自己折腾，你们是两姐妹啊？我是他，是他姐姐，我是妻子。你是妻子啊？是妻子。你妻子啊？嗯。你被他当一个棋子在这么下了，你什么都搞不清楚了，一辈子稀里糊涂。不过你要记住，稀里糊涂的话，人间东西沾得少，你说不定还能上天呢。不要太明白最好，难得糊涂，明白了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他如果这个官在明年2月份之前不出大事，你给他许愿念经放生，他可能就可以活得很长了。台长，台长师父，我们接触心灵法门有将近2个月了，我们放生有4万多条鱼了，大致啊。你听我讲，你要不是4万多条鱼，现在他马上就变死鱼了，他早就变死鱼了，这个都不懂。然后台长师父，我们给他念小房子和结缘的小房子大约有两百多张了，然后我们结缘的小房子400多张，现在烧了有200张左右吧。好好念。好的。还有八百张，还有800张。嗯，叫他每天，你们在家里每天帮他念往生咒，啊，要念108遍，108遍，连续2个月，啊，好吧，好的，好的，要给他念，他杀业很重，哦，好的，明白吗？好的，他现在主要是肝坏死。是的，明白了吗？所以他浑身无力，不能动。是的，他并不是说瘫痪。他现在坐轮椅是浑身无力，他不能动了，没有力量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听得懂。所以等到他肝功能慢慢恢复之后，他会有力量，他就可以走路，都没问题的。他最主要问题就是他动了很多坏脑筋。是的。你们也原谅他了，算了，人家改过嘛就好了。否则嘛，他就到阎王殿去报告的话，报道的话嘛，你也是在家里你现在他做什么坏事你都能原谅他的呀。是的，我讲给你听啊，你上辈子欠他的，你也害过他。是的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你自己啊，哎，真的，你们这个真的冤冤相报何时了，所以做人有时候不知道前世这辈子还在造业了，就你们知道很多人还在造业了，你们要是知道自己上辈子这辈子就不会再造业了，你听得懂了吗？嗯，听得懂。台长，他那个化疗药还要不要吃？他现在吃那进口那个化疗药，吃了也没有力气。这么快啊？你跟医生说，叫他减量。减量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你叫他自己靠自己的能量。嗯。就是晒太阳。好。是喝大杯水，然后呢，自己呢，一边配合医生的治疗。嗯。要动。动啊。啊，明白了吗？好的，好的。而且我告诉你，要给他稍微吃点甜的东西。哦。
好吗？是的。他现在他很愿意吃甜的。对，要给他吃点甜的东西。是。好吧，他主要是酒精长期的毒已经积存在他的肝脏里边了。嗯。长期的排毒之后，他会好起来的。哦，这个没什么大问题的。哎呀妈，感恩太。多喝水。多喝水。每天要喝3-4罐这么水。哦，好的。就冲啊小便，冲啊小便。哦，好的。你看看一天比一天精神，这个算什么病了？哎呀，感恩太长。马上要死掉一样的，死也死不掉。很多人真的死也死不掉，坏人太多。我家佛台，您看我家佛台。哦，你老头子很有钱嘛？嗯，你家很漂亮嘛？嘿嘿嘿。沙发旧了一点。佛台行不行？刚设的佛台。佛台。嗯。佛台还可以。还可以。佛台的台子前面弄块黄布呀。是的，我做一个垫子。不是垫子啊，黄布披桌，桌披。啊啊，那是的。那就像这个桌子前面有个黄布。啊、是的，是的。是的是的什么是的啊？你现在没有地。要你做。啊啊。你要做一个地。啊啊。是的，是的。好的。自己裤子都穿的黄的。听得懂了不啦？听得懂了，听得懂了。啊，一个佛桌倒是蛮漂亮的，嗯，有点古色古香，像红木一样的。是的，是的，我看不见。嗯，好了，其他没什么了。那么台长还恳请台长，有一个法师他来不上，然后他让湖北共青组让我帮问一下，他的孙子是2006年11月属狗的，恶性淋巴肿瘤，这个法师他说一定也能。这个法师说他一定能现身说法，他就是来不上了。恶性肿瘤啊？恶性淋巴肿瘤。哎，他如果法师生这种病，我就治了，我就帮忙了。他的亲戚呢，就算了吧，孙子就算了吧，还要叫他断六根呢，好好念小房子吧，不看了。好了。那个台长师傅。如果你们法师。以后年纪大生这种病，我师父保证要救的，而且我都会帮法师，因为他们有愿力，所以我都不会帮他们求的啦。所以如果他自己的家属的话，那就算了。好啦，有机会吧，写下来，以后有机会台长再给看看，有时间再给他看吧。好的，台长师父，我是那个王春波的姐姐，就是我们接触心灵法门之后哈，我就帮他念小房子，我自己也做功课，但是我一做吧，我就头昏眼花的，老总是困，就是困的都不行。缺血啊，是缺血。是的，我贫血。是的。你贫血？哎，台长厉害不啦？是的，是的，非常厉害。讲都不要讲了，图腾你不要告诉我都知道。是的。第一贫血，第二妇科不好，第三你的肺有问题，第四你的嘴巴不好。是的。第五，你的关节也不好。是的，是的。是的，是的，你老实一点，多度人，多说好话。好的。明白吗？不要太厉害。每一件事情做，要为自己带一点私心，所以你功德有漏，所以你的功德就不大。听得懂了吗？听懂了。好好努力啦。啊，那个台长师傅，你看我给自己就怎么样能够增加我念经的那个功德。你念经功德不要有私心，听得懂了吗？哦，听得懂，听得懂。好吧。好的。你叫他当心啊，2月份之前要特别当心啊。好的。啊，叫他吃一些中成药，挺好的。护肝丸呐，什么都，如果对症下药的话，会非常好，要调补。他现在的病是要调补。好的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再开刀都没用的。是的。啊，几刀下去嘛就走了。好的，好了，我已经救他了，还要我讲什么？谢谢您，谢谢您，拜拜了，谢谢您台长加持我们。好了，谢谢大家了，好了，我们各位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，谢谢大家，台长，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修心，台长明天还有一场呢，啊，人挤得满满的，后面都看见了，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，好好的努力，好好的救度众生，做现代社会的观世音菩萨，好不好啊？要不要救人啊？你看看台长救得这么累，你们以后帮我一起救多好啊！好好努力啊！谢谢大家了，台长很辛苦啊，现在很累了，好吧？好好努力，谢谢大家。你看今天
有多少人回去就开始念经了，他们看到了，所以他们相信了，所以希望你们要学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，一定要救度众生。如果能救人的人，他就是菩萨，记住了，能救人的人，他就是菩萨。好好努力，好好学佛，好好修心，把自己这颗心锻炼得越来越纯洁，把自己这个心天天向着观世音菩萨，向着四圣道，等到以后我们就能回到四圣道，和观世音菩萨天天在一起，法喜充满。感恩这么多的啊佛友啊法师啊，还有我们的嘉宾来看台长啊，也感谢我们马来西亚这么多佛友的发心，这两天大家吃的住的都在一起，非常的开心。希望大家啊，佛性常住在心中啊，用我们的慈悲心能够把人间的余生赶快过好，不要再难过，不要再贪心，不要再嗔恨，因为这个世界不是属于我们的，真正的世界，我们的家那是在天上，所以终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，所以我们要回到天上，回到阿弥陀佛，回到我们释迦牟尼佛，回到我们观世音菩萨和诸位十方诸佛啊菩萨的身边。谢谢大家了，明天再见。台长这两天天天跟大家开法会，很开心。谢谢大家，好好努力，好好修心。好，我们明天再见。师父感恩大家，谢谢法师啊。让我们再次以最热烈的掌声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军宏台长。再次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悬疑综述大型现场解答会，本次法会圆满结束，祝大家法喜充满，再次感恩大家。